前，文凭论道中，气血天地转。挑战刀疤。刻字算命啊，逢凶化吉。刻字算命啊。大师，我一定要像天上的鹰一样，展翅在高高的天空上。好，现在出发。原来被你叼走了，小狗狗乖，来来听话，快把包放下，我的包里可没有肉馒头，快放下。好你个小狗，这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我非抓住你不可，快把包放下。狗强盗，我要抓住你，看你往哪逃。我看你往哪逃。天地负载图，这局棋有什么特别吗？干什么挂在墙上？啊，这是一个点穴棋，整个地盘被黑棋所占，白棋唯一的机会就在右下角，像一个火山口。对了，我明白了，如果把这个火山口打开，白棋就能顺势冲杀出来，反败为胜。神奇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像个鱼竿在钓鱼。我明白了，这几个黑子就像一条被勾住的鱼，任人宰割，唯一能救他的就是那个钩，只要把钩断开，这条鱼就活了。好玩，看我怎么把这条鱼救出来。我全解开了。住手，你是谁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，竟敢乱放棋子？我是谁让你进来的？这盘上的棋子是你能动的吗？你是谁家的孩子，怎么能到这里乱摆棋子？
们去见官，快，你放开我。全解开了，难道是齐神？你给我站住！父亲，如果按着孩子的解法，正是我理想中的齐景，妙妙啊！父亲，您别生气。父亲，我马上把棋子重新摆好。不急，这八张棋图是我穷极一生的心血思考出的围棋精髓，连赫赫有名的国手神算子郭逢春看了也连连称奇，没想到竟然被一个如此年幼的棋童随手就破解。难道他是棋神转世？黑白世界似江湖，胜败之间论英雄。咦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西京棋院啊，有意思，下棋还有奖赏，那我就来挣点住店钱。嗯，啊，这么多人在下棋啊。嗯，你这一手就不能强一点吗？你简直是一个木头脑袋。太容易了。嗯，这是谁的脚？还有我姐出来、啊、你是谁？哪个给我赏钱？我解开棋局了，给我赏钱。你小小年纪竟然在我们西京棋院的棋盘上乱摆棋子，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了。知道这里是哪儿吗？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李龙啊，快说。我来找金文远。是找师傅？你找我师傅干什么？就是说啊，说呀、啊，快说呀、啊，干什么啊？我今天特意来拜访你们西京棋院，要问我是谁？嘿嘿，我是当今围棋小神童江流儿。哼，这小子竟然说自己是当今围棋小神童，一定脑子有病。我看他好像刚断奶的孩子。笑什么笑？我听说只要打败大明四大高手，就能成为棋圣。所以我今天来找金文元比试比试。什么什么胡说八道，真是的。啊，放肆，你竟敢向我们师父挑战，我先教训你的方小子。别让他跑了。慢，下次再让我看到你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关门。你们西京棋院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小神童终有一天会打败金文元，你们不给我解题的赏钱，哼，赖皮，我让你赖皮。嘿，大家不要理他了，一个小孩子这么吵闹、啊、师傅，师傅，刚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个小孩，不仅在我们的棋盘上乱放棋子，说解了题吵着要赏金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要跟您比试比试的。嗯，师傅，您别生气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。师傅，您说好笑不？他竟然自称是当今的围棋神童，将来还要当棋圣呢。棋圣呢？就是，我是。这小孩子非常厉害。师父，我就是败在他的手上了。不过从解题上看，不是一般的俗手。哎，酒来了！铁光，铁光，王老板，客官，您的酒来了。棋下的怎么样啊？哎，看样子老财主不行了。不好了，来福，要多多给客人添酒。好了，爹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我要赢了啊，我要赢钱了啊，来帮我拿酒来，快啊，来吧。我又输了，让两个子儿也会输，真倒霉，给我倒酒。你把酒钱付了，我再给你满上。嗯，我嗯来不给他也添上，我请客。掌柜的，怪不得这些天喝醉酒的人找我看病的人那么多，原来是你这儿捣的鬼啊。白大夫，我的酒店生意好，你的病人不是也跟着多起来了吗？你的醒酒药这几天一定也卖得不错吧。啊，少爷，少爷啊，少爷，这个大龙跑不掉了，杀他的大龙啊，快点，快点，还想逃吗？杀他的大龙。是啊，快杀呀。哎呀，又输了，我回家怎么向老婆交代呀、啊？大爷，今儿您又赢了，来，我给您老沏点茶。给，拿去。嗯，小气鬼。嗯。喂，小家伙，来叫我吗？你昨天的店钱都没付，难道你今天还不想付店钱吗？本少爷可不想白让你住我们家的客店。你耍我，你等着，你就住到大街上去吧，拿着你的包快滚。你怎么着，你还想杀人呢？要是有一天我当上了大明棋圣，非让人砸了你的客栈不可。别让我笑掉大牙了，凭你还想当棋圣？当棋圣的应该是本天才少爷。哎，来福，你踩住我的棋子了。我刚才听你说你将来要当棋圣是吧？嗯嗯，放开我。这狂言是不是你说的？当然，刚才我去西京棋院，连快副手金威元也不敢跟我下。啊，什么？你竟敢侮辱我师父，今天我要不收拾你一局，你小子还真不知道本大爷是干什么的。你是金威远的弟子？哎，你坐下，我让你坐下。我不跟无名之辈下棋。现在你不想下也不行了。你以为我刀疤是随便说说的人吗？要不想断手指，那就赢我吧。这下麻烦可大了，我的生意可怎么办？您不能和他下棋，要不然您最会倒霉的。您大爷，您喝口水消消气儿。这小子是和你看看，你用哪只手下棋？这个，还有那个。好，那我就要跟你这两只手都会下棋的小家伙下一局。让四子太厉害了，你要是赢了我，这些银子你都可以拿走。哇，我，你要是输了，我就要把你这会下一点棋的小手指一个一个的掰断，你可以选左手还是右手。啊，下棋。好吧，那你就准备送银子吧。来福，这都是你惹的事儿。是他自己要和刀疤下棋，怎么能怪我呢？我赌一两银子、我赌二两银子，我赌一两半。喂，想好了再下，就我一个人保你。大夫，你又不懂围棋，你乱挤什么呢？老板，有个叫江流儿的住在你这里吗？在，正跟刀疤赌棋呢。赌棋跟刀疤？刀疤说那小孩要是输了就把他下棋的手指给掰断。哈哈哈哈，赢了，赢了。大夫你笑什么？ 我笑刀疤竟然输给一个小孩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那小孩会赢啊？我知道，你要看住那个小孩，要是让他溜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今天都怎么了？黑棋真厉害。
口。早就知道你不行，白白浪费我两个铜板。哎呦，听出了，是黑棋快认输了。你懂不懂围棋啊？真是的。耶、yeah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找到江流儿了吗？是，找到了，他在客栈跟刀疤赌棋呢。哦，谁赢了？好像是江流儿。等他们下完棋以后，你去把刀疤给我叫来。是。难道真的全盘皆输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小孩真厉害，竟然下的黑棋全盘没有一块活棋。换了我也一定心里难受极了，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哈哈，赢了，赢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好棋，好棋呀、啊！以后我再也不下围棋了。哎，慢着，你还让我四个子呢。不让子我就能赢你吗？我太不自量力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流啊。江流儿，哎，你不能走。别走啊，你看，这都是咱们俩赢的银子，就当住店费先放在我这儿。您呢，还是住我们悦来客栈，想住多久都行，让胖老爹给您腾出最好的房间，请。这就对了嘛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太不可能了。那盘棋你下输了。师傅，我没法和他下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我和他下棋时，感觉他就是棋神，我心里恐慌啊。江流儿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一定要会会你。喂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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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银枪刺猴，各位只能看不能学啊。看看他的举动。喝茶嘞，喝茶嘞，清香解渴的大麦茶，喝了消暑提神。哟、哦，这位醒目的客官，请过来喝碗茶，歇歇脚吧。哎，你看，这么热的天还穿这么多衣服，这家伙一定是个怪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手真是臭棋，原来你在这儿一沾我就输了。你先看看棋再说吧，是你输了。你这一手一定是跟师娘学的吧。你胡说，明明是赢了嘛，你肯定偷走了一步棋。你输了，你输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争了，有本事跟江流儿去下吧。你是说跟刀疤下棋的那个江流儿？是啊，那孩子可真厉害呀、啊、听说刀疤输给那小孩以后啊，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啊，不吃不喝，连他师父金维远都管不了。刀疤已经受了刺激，恐怕是疯了，真是没想到啊。啊，刀疤疯了？难道快斧手金威元也下不过他吗？嗨，快斧手是什么身份？他会轻易和一个小孩子下棋吗？你们说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要是快斧手金威元输给这样一个小孩，那快斧手可真是扬名天下了。哎，这小孩子这么厉害、哎、这个人刚才已经走远了，怎么突然又坐在这里了？道长，哎，好好，哎，听说他刚来时啊，到西京棋院想跟快斧手金威远下棋，被金威远的弟子铁头给轰出来了。啊，各位献丑了。你好、啊啊那刀疤根本就没把江流儿放在眼里，竟让江流儿四子。
但他没想到江流儿如此的厉害，竟然杀了他没有一块火旗。原来刀疤还有一块火旗，但是江流儿最后来了个倒脱靴，把他这唯一的火旗都给整死了。伙计，真是自不量力啊。来了来了，你说在哪里能找到江流儿？你也找江流儿？妖刀王，你伏法吧。两两晴空，一朝当头，青青山，夜夜有江流，青丝轻呼，一向当。